放在你这里。哎，你说你是谁呀？为什么小勇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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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对我，小勇？为什么？剩下着孤独的灵魂，可笑吧？一个人解开脆弱的伤痕，可怜吧？没人疼，独自哭泣到夜深，可恨吧？一个人思念总是太过分，可惜吧？太天真，我们永远却无分。我走错的路，我爱错的人，我搭上了最好的青春，我回不了头，我转不了身，只剩下这孤独的灵魂。喝最烈的酒，忘最爱的人，就让风吹散你的余温。陌生到熟悉，熟悉到陌生，往后一生不再过问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广式小凤，刚刚起床煮了一个水煮青菜白面，小勇呢回去3-4天了，所以说我呢今天呢也要振作起来，给自己煮点好吃的，扎个大餐吧。这几天说真的，这个小勇回去之后啊，我都没怎么吃东西，就是吃个面包啊，然后喝点这个白开水整牛奶。今天呢终于给自己煮了一顿好的了，这样啊已经算很好的了对我来说。他呢已经回去几天了，前几天呢打电话都是不接的，今天呢我鼓起勇气再打一次，看他接不接。如果这一次他再不接的话，说真的我对他已经没有失望了。如果他这次接的话，说明啊他对我啊、还有就是不舍，然后我对他呢也有失望。我现在就打一个过去，看他这个小勇到底接不接。也不知道这个小勇接不接。喂，你好，小勇。你不是小勇吗？那你是谁？我找小勇啊。没有这个人，这个电话不是他的吗？怎么还有小孩哭啊？小勇，我是小凤啊。那你认识小勇吗？不认识小勇。不是吧，这个号码是小勇的呀。哎，奇怪了，小勇的号码怎么是个女的接的？难道是他姐？不对呀、他姐也不可能拿他的手机啊，到底是谁呀、哎，真的感觉奇怪了，我就不信，难道我打错了吗？我再打一个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是他姐，也不可能是我打错这个号码，我一直都是用这个号码打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是我打错。我再打一次，看看是不是这个小勇。喂，小勇。你认识小勇吗？啊？你是他姐姐吗？我找小勇。我是小凤，你跟他说，他就知道了。你说我是小凤，我打电话找他。你怎么有电他电话嘞？放在我这里啊。放在你这里？对呀、你是谁呀、对呀、你是谁？哎，你说你是谁呀、哎呀，刚问到重点又把我的电话给挂了，连续打了2次啊，都是女的接，我都不知道那个女的到底是谁，不可能是他妈的，他妈说话没有这么年轻，他姐呢也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他姐，他姐呢都没有在家。我走错
到底是谁呀、啊？他家里面除了他妈、他姐，而且他姐呢也不可能回去啊。回去的话也不可能拿他的手机的。我听他的声音也不像他姐啊，我就感觉奇怪了，这个女的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哦，不会是他那个二婚女人吧？因为之前小勇在青州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过他家里面啊，他那个朋友又给他介绍那个二婚女人。我就说嘛，这个小勇怎么可能一声不吭的就走了？原来啊，他真的回桂林相亲那个二婚女人呐、啊，而且啊，我刚刚也听到那个小孩的哭声啦，我就感觉奇怪了，这个小勇真的是宁愿回去相亲那个二婚女人，也不宁愿留在我青州半山，为什么小勇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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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对我，小勇？为什么？